他对这张半个月前的拥抱毫无兴趣，他本期待那保险柜里会有一笔钱以支撑他的工作。老顾在最危急的时刻给他留下保险柜的钥匙，就是为了这张报纸。他的心头猛然一动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疏忽了什么。这个寻人启事是提前约定的紧急联络暗号。熊阔海明白了，老顾要留给他的不是钱，而就是这张报纸，是这个王掌柜。他与老顾一直是单线联系，突然合并进来这个王掌柜是什么目的呢？是新的联络通道吗？还是叛徒？身处乱世，他不得不乱想。私は決して陛下への誓いを忘れたわけではない。分かっています。でもこの戦争は早く終わらせて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例のものだ。私の友が亀井さんに会いたがっています。请进二八四三。哪位？是王掌柜吗？是我。你哪位？我是你表哥祖冲汉的朋友，你借我的那本《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》什么时候还我的？你记错了吧？应该是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。对对对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方便见面？你把书还我。今天就行。今天不行，太急了。这样，改天我再给你打电话。那好。是他吗？一定是他，不然他不会知道刺刀和下线的通行联络暗号。什么时候跟他见面？让我等他电话。电话那边是完全没有什么声音。老顾牺牲前，这个王掌柜就利用这个电话，现在还在用。他不知道内幕中的叛徒吗？没有人通知他转移。一向敢于冒险的熊阔海，此时变得异常谨慎。不为别的，因为叛徒跟老顾一定有联系。裴小姐，裴小姐。你好，哪里？好的。你好，哪里？好的。燕玲，下面有人找你。谁呀？不认识，是你先生。心想好吧？想好，想好，什么想好啊？兵荒马乱的，没得累赘。裴小姐，哟，是来还我房钱的，我还以为你跑账了呢。哪能嘛，我要真跑了，谁还你钱呢？钱？现在没有，不过很快我就能还你。没钱你来找我干嘛？是这样，保险柜纯属是个意外，我是被王掌柜给骗了。那王掌柜欠了我300块钱，他说放保险柜。我被你逼得没办法才撬那柜子，谁知道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也是受害人。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的？不是，这不
王掌柜欠我300块，我是找不着他了。我要找着他，要回钱来，那点房钱，小钱。弗朗索瓦先生从法国来电报了，他现在催着我交房租呢。熊先生，我赚点钱不容易，您就抬抬手把那点小钱付了，别再来骗我了，行吗您？裴小姐，这件事儿真是对不住你。我来找你就是为这钱的事儿。你看，我不是得了王掌柜家的电话吗？可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不能还我钱啊。但我又不知道他住哪儿去。你这不是在电话局上班吗？我给你号码，能不能帮我找着他们家跟哪住着？我估摸着你找我没什么好事儿。你帮我吗？帮我找着王掌柜家住什么地儿？我要了钱还你债，两全其美。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呢？哪能啊，裴小姐，帮人帮己。我这人就是口拙心眼实，不会胡说八道。你信我这一回。你说一般这欠债的哪敢欠债主？我主动来找你，说明我是真心的，想解决你这笔小账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号码给我吧。哎，大姐，千万别往这号码打电话，那王掌柜的疑心重，要陌生人打过电话去，没准他又跑了，我找不着他了就。不能打草惊蛇。你怎么就这么啰嗦呀？我怎么会认识你这么一个人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那我就在这儿等着，立等。招一块入土的老头进民县的，真是遇着出老千的了。姓熊的跟我玩空手套白狼，走走走，回去。地址找到了。你这人够奇怪的，讨到债赶快把钱还给我，一会儿我在3号公寓候着，84德路11号，我等着你了啊。你在哪里？我来拿龚白羽的12斤钱表。准备好了，什么时间？什么地方见？1个小时后，天祥商场后门。好的。我等一会儿。天祥商场。
里面有都用汉字注好了。坏消息，桂清不想见你。他怎么说？他应该知道你见面想说什么。他说他只要钱，不想谈论中国和日本打仗谁是谁非的问题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多一句废话都没有。这9块钱，拿着吧。一共就10块，给我5块就行了。拿着吧。多跟他吃饭、喝酒、聊天。5块真够了，你家好几张嘴等着呢。你得先跟他成为朋友，否则都是空谈。下次见面不能在这儿了，3天后中午1点，颐和书上见。我们是不是和组织失去联系了？怎么了？我知道纪律，刺刀牺牲了，组织出了叛徒，你在银行的工作又丢了。我们要是再和上面断了线，别说展开工作，这日子也没法维持啊。谢谢了。那倒没有。民国16年，大革命失败，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系。那段时间在天津，我什么都没干，可我没忘了寻找组织。后来是在大街上碰到了刺刀，在茶馆里认识了你。特别，我们心里有组织。你说组织心里能没我们吗？别忘了你说那句话，坚持。你放心吧。我走了，也付差价了。哎，这4块拿着，5块钱我能撑到发现。兜里没银子，看什么能有底气啊？拿着。兄弟，打劫啊！我这兜里就4块5，要了您拿去。走，我走。哎，我这到家了，我这到家了就不坐车了，上车。我说杨先生啊。我可是被枪顶着来的，你不能这么着对付老朋友吧？这是他身上所有的东西。去吧。210块呀，就这些了。花的是快了点儿，吃喝嫖赌你占哪个呀？都占。不行，吃喝卦象，嫖赌劳神，你还好吗，熊先生？你还看拥抱？捡的，去灯火用。看看这个啊，
一个是70来岁的小脚老太太，一个去年已经死了，这第三个是一个快90岁的老头，烟枪端着都哆嗦，他能开枪搞暗杀吗？这是你给我的民先市民组的名单，熊先生，这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了？他们是市民族的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这名单上的人我挨个都找过，我不生气，聪明人我历来佩服，我就想知道您这个名单是从哪儿来的。那天给您写名单的时候，旁边放张报纸，上面抄重修天后宫香客的名单。钱我已经花了，您看该怎么办？熊弼，啊？什么？熊先生，熊弼这个名字你用过吧？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，是不是你？那您可认错人了，杨先生。我给你念一下重庆的来电啊。经查，熊弼，天津人士，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枪械科1大队3中队学员。民国16年入校，未开课。即编入时，独立12营5连。该学员思想赤化，移为共党。412清党之后，行踪不明。行踪不明，哼。原来是回老家潜伏去了，熊阔海，啊！哎，这潜伏光改名不改姓不行，不干净。杨先生，求您了，别给我扣这帽子了。找女人、打麻将这我行，干革命真不行。黄埔67政工科2大队1中队有一个学员叫魏汉杰，认识吗？汉口的。没去过武汉，无从相识。魏汉杰就是区区在下。哦，我第一眼看你就觉得眼熟，要不是你骗了我这200块钱，让我心痛的睡不着觉，我还真认不出你来，熊弼先生。哎呦，杨先生，求您了，别再叫我什么熊弼。我不就骗了您200块钱，您这是要我小命儿？你可承认骗我200块钱是不是？是熊某一时见财起意，该死！那骗你钱我还你。您千万别再叫我什么熊弼狗弼。哎呀，我真不是，我就叫熊阔海，名字是家父起的，天津卫人都知道。这我信呐，罗成的哥哥不叫阔海，叫什么呀？熊弼是你读黄埔时的化名，你别忘了，咱俩可是同学呀。这样，你只要承认你就是那个熊弼，那200块钱我不要了。你不要我是当然高兴了，可我真不是，不是杨先生。我猜一下你的真实身份啊，中共天津城市特科有2个组。行动组组长代号铁锤，国荣公馆枪击案就是他领着明先那批人干的。但是看你这样子，不太像行动组的，情报组的。我猜对了吧？您这是说《星唐传》呢？不就是200块钱的事儿？您不会是想发展？共党情报工作一贯是就地潜伏，放长线，不求一时建功，但谋全盘布局。顾顺章的课我听过，他总结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准则，哎，有4句话太精辟了：拘泥小节难成事，身在闹市学时髦，长袖善舞广交际，
凡是敌人不生疑。你看你，啊，天津人，在租界有楼有家，做情报工作，你有天然掩护，这是《兴唐传》吗？那连《兴唐传》都不是了，成《隋唐演义》了。行，你承不承认，杨某不强求。你抗日，我们也抗日。我不抗日。嘿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有人，是吧？我们有枪，有组织，有大笔的经费啊。只要咱们俩合作，我相信，天津卫的抗日局面那是天翻地覆的。你跟我每搞一次行动，重庆方面，那都有大笔的经费跟奖金啊。不像你现在，您看看，给组织卖命，身上也就两三块钱，急急如丧家之犬。让老婆孩子担惊受怕不说，你连肚子都填不饱。好好想想吧，再想想，回头我跟你联系。我可以走了。现在法租界被日本人封锁着，我奉劝你别出法租界，危险。哪儿我都不去，回家吧。你有人，我有钱，老同学好合作。真不懂你这些个革命的人。跟你说吧，我要是开银行的，我还革命，那我就是疯子。盲年抬举，我呢，就是每天混个肚圆的天下第四条好汉熊阔海。慢走，熊弼先生。啊，兄弟。杨小菊的话宣布，熊阔海的身份基本暴露了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人，是蒙在鼓里的妻女，他们应该马上转移。可谁来帮助转移呢？德平送来的情报要尽快送到冀东根据地，可谁又能去转送呢？还有叛徒，要查出来，要安定后院，才能继续工作下去。可是，孤军奋战的他。正处在捉襟见肘的境地，想尽善尽美，却一筹莫展。啊，哎，您留步留步啊！好嘞，哎，好，您慢走啊。哎，好好。谁呀？徐记布店的徐掌柜。来干嘛？你这大忙人，我指望不上。他人头广，我托他在市面上问问，看谁要咱家这房子。真买？你差事丢了，在这儿住着气慌呢。走走走，安生。这差事丢了，日子就不过了。没准明儿个我又找一更好的呢。我这燕燕还得上学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在哪儿念书不一样。再说，现在好的学校都挤到内地去了，南开都走了。我觉得念书不是什么问题。你明天赶紧去打听一下去宝鸡的火车票。这事儿咱得合计合计吧。明天我也没时间，我得去趟王兰庄呢。王兰庄嘛去？今儿碰上以前洋行一同事，说王兰庄那刘秃子有一批猪鬃要卖，低价出手。我这同事呢，把不准成色，想让我去给长长眼，一天工夫，给5块钱跑腿费。我琢磨这差事还不错，就给应了。王兰庄，那得出法租界，上日本人地界吧？那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惹事儿，我买猪毛，日本人能管着我啊？哎，可现在法租界封着呢，日本人设了那么多卡子，进出都得搜身的。搜吧，我这好几天没洗澡了，身上正痒痒呢，让他们给挠挠。还挠挠？哪有你想那么简单啊？晌午的时候，毕公馆的三姨太从娘家回来。路过秋山街，让日本人扒了旗袍搜啊，差点给扒光了，回来就上吊了。幸亏发现的早，我还劝了半天呢。你说这小日本怎么那么不是人呢？50多岁老太太他们也不放。他们再畜生，也没兴趣扒我吧？人家是不扒你，可你看你那身边，给你2枪托子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又不是人见人爱的那种，要我说你别去。
咱这房子卖个千把的没问题，不差你那五块钱。我都应了人家了，没事，我小心点就是。哎，今儿咱们吃烙饼吧，多烙两张，明儿我在路上吃。嘿，这可是遇见会使唤人的了啊，还自带干粮啊，他们不管饭。管饭就给四块钱，不划算。行吧。哎，咱可说好了啊，明儿见了日本人，咱不贫行。啊，不贫不贫。我不担心别的，就担心你这臭嘴惹事儿。我就贫了，那小日本他也听不懂啊。哎呀，逮俩小日本送当铺给他当了，换俩钱花。这一个多月里，我们一共炸获了六个日本人在用的矿井，除掉了为首的汉奸丁慎兄弟，总的来说，唐山一带的局面有所恢复。现在看来，天津方面的情况复杂一些。虽然这次我们没有除掉加藤，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驻军的气焰。接下来的任务是，唐山方面要发展队伍，补充战斗减员，保持战斗力。天津方面要迅速寻找和消灭叛徒，亡羊补牢。玉婷同志，嗯，你暂时的负责全面的工作，会后呢，我会介绍几位新的同志和新的联络点给你。啊，情报组的工作我没有经验，是不是考虑别的同志来抓？现在暂时就由你负责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，特别是具有领导能力的同志。可是眼下最棘手的是经费问题，还有买情报的方式可以接受吗？我想这是特殊时期，一切都可以灵活掌握。明白了。好，那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和于婷同志再开个小会。于婷同志，我这次来天津只有一天的时间，没机会和你细谈。加藤现在是日军中强硬派势力的代表人物，各个宪兵队都在模仿他，他的侦查、治安、搜捕、屠杀等等手段已经印成了小册子，在日军中广为流传，成了屠杀我国人的榜样，给我们的地方组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我愧对组织上的信任，可是我的手下没有训练有素的战士，赴汤蹈火的都是些热血青年。你就下命令吧，消灭他，让敌人知道侵略者的下场，这样对天津、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敌战场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就是把命搭上，我也会替死难的同胞报仇，让鬼子们知道他们的榜样是必然会灭亡的。发现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婆婆妈妈的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嘛。功夫要到家，神仙都忙吗？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说正事。是，您交给的任务，卑职已经完成。卑职已经在巡捕房找到肯为我们做事的人。这不就完了吗？一句话清清楚楚的。什么人？再见。
组织上让我来的，来，客广同志的信。步道翁，京西刺刀牺牲，现委任铁锤同志，兼城市特科情报组组长，拟情报小组归铁锤领导，抗日必胜，客广。铁锤同志，我以后哪儿做的不好？ 希望你批评帮助我。好，坐吧，说说你这边的情况。我正好找你们，你这儿跟冀东军分区能联系得上？能。这是他们急需的情报，紧急，得马上送过去。好的。从你们家出门往东300米，有一家落基烟铺。 那是组织上专门给你设的交通站，卖烟的人叫梆子，梆子平时不带草帽，如果他带上草帽了，就说明我有急事要找你。嗯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紧急，我查到盘图了。谁？在哪儿？有一个叫王掌柜的，住八四道11号，他知道我们跟刺刀的联系办法，我在刺刀的保险柜里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。我查了一下，他被日本人保护着。 进出都十分谨慎。我试探着发出过一次街头请求，他带着日本人就扑过去了。卞石兰夫妇和刺刀一定是他出卖的。长什么样？瘦高个儿，眼睛挺大，背有点微驼。好。你这边还有什么困难吗？我需要经费和工作，要不然家里这边没法交代，情报工作也没法展开。 工作的事情，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温泉西苑、东永顺杂货行，那是个好地方，这一个月得有40多块吧？没你想的那么多。最起码你早上出门不用再编瞎话了。编瞎话是够折磨人，可毕竟还能编出来。老于，可没有经费，寸步难行了。你先回去吧，经费的事情别着急。 组织上批下来，我会给你送过去。嗯，还有一件事儿，能不能让北平的同志寄9块钱给一个人？谁？宜兴洋行的一个同事，姓单，为我牺牲了。我欠着他9块钱。从北平寄出，一是能还了这笔账，二是转移日本人注意力，让他们以为我去了北平。这样吧，我跟北平的同志联系一下。 你先把地址写下来，以尤俊的名义寄钱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那把枪我暂时还不了你。刺杀行动失败了，我们牺牲了3个同志。 我在报上看到了，这笔血债挤到加藤的头上，我们还是会杀回来的。那个叫罗成的，怎么牺牲的？你怎么知道罗成的？报上登他照片了，我认识他。熊罗成，你们是亲戚？ 他怎么死的？他是这次行动的枪手，第一枪他打中了加藤，可是没有打中要害。本来他是有机会逃脱的，可是他发现加藤没死，转过身来又朝加藤开枪。 他牺牲的像个汉子，汉子。
杨先生，你好。听说你认识熊阔海？认识，他跟我们队长是同门师兄弟，好着呢。同什么门啊？那姓熊的父亲是说评书的，早年间啊，把他送去学相声，拜的就是他的老丈人周疯子周寿堂，跟我们队长在一块学。哎呀，都不是那块料，祖师爷不赏饭，后来就改行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就瞎混呗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他以前是不是离开过天津去南方混过呀？不知道，这人挺怪的，一会儿姓熊，一会儿姓顾，还跟一个小姐腻歪着，好像还欠那个小姐一笔钱。小姐啊，叫什么呀？住哪儿啊？就知道姓裴，住三号公寓那儿。做皮肉生意的？不是，在英租界电话局。电话局的？哎。我说呢。行，以后有他的消息，向老边汇报，找老边要你的报酬。谢谢杨先生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杨先生，英租界电话局的，全天津20000多门电话，包括日租界的，可都得经过那儿啊。想听什么情报听不着啊？慢走啊。谢谢。哎，周婷，朱太太，谁呀？哎呦，是裴小姐。哎，来来，进去坐吧。不客气了，皮皮。裴姐姐。哎，我还要赶回去上班呢。这个点心你拿着。哦，谢谢裴姐姐。哎呀，你看你每次来都带这么多东西，多不好意思啊。朱先生被抓，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们都是同事，理应接济的。朱先生有消息了吗？被日本人抓去的，有几个能乘客回来的？您别太担心了，电话局也一直在和日本人交涉呢。